管的最小的全自动的液压电机啊，它呢就改变了以前的方法，就从上摇臂取向，这样的话比较方便，省得在箱里搬来搬去了，而且是液晶屏控制啊，自动保压、定时泄压啊，这是它的优点。下面我给它演示一下。第一步，我们把这盖子取出来，把我们样品都放进去，这是我们提前包好的样品，先放进样品啊，放进箱里，放进去，然后呢，把我们压块放进去。三道胶圈啊，你正好把三道胶圈打到这墙。三道胶圈已经进去之后，你需要把这个螺丝解掉，这个放气螺丝解掉，这样的话呢，气体就放干净，需要什么气体就压缩了。这个需要取下去。关上舱门，然后把这个饲料紧到吃上的位置啊，就可以了。咱们就是按一下设置菜单，别在那儿。我们按一下设置菜单，我们进入设置界面。现在呢，我们把压力上限设置成啊20.5吨，压力下限我们设置20吨。当低于20吨的话，开始自动补压。保压时间呢，我们设成15秒。再一下，这腔体是在那油缸腔体就是30。再一下，就返回我们的操作界面了。按制压按钮，它就按照程序进行加压；按停止按钮急停啊。退模呢，一般就是我们脱模使用啊。下面我们开始按一下制压。现在开始补压了，它低于20.2的话，20吨是自动补压，啊，现在它在20吨之内，超了20吨内，啊，到15秒它自动泄压了，啊，留个缓气压缩。下面我们松开那个嘛，取出样品，我们看一下。我们第一步呢要松开那个放气螺钉啊，把这放气螺钉松开，然后我们才能取出样品，要不然那资料我们就答不出来了，啊，必须把它取出来。然后装上这个螺丝，两个气压螺丝，全体来30。
20万美元。